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时针养花的 YouTube 频道，这里是 Sheridan Nursery、位于 Scarborough 多伦多。这是 Primula，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开花，它洗湿千万不能干透了，放在窗台上晒晒太阳，也不能暴晒。在爱德华公园就有一些叫做 naturalized， 生长在一个小溪边，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这个就是著名的毛茛，像玫瑰一样哈，很漂亮。这是不耐寒的，这也是不耐寒的花。现在是四月初，所以只有一些早春的室内花。今天是 Easter Sunday， 所以这个 Easter Lily 如期而来，开得很旺。猪笼草50块钱这么一小盆，作为一个专业花店生存是很不容易。冬天逛花店真是一个享受，有阳光，有花儿，还有香味儿。这里有大盆的龙吐珠，看看价钱，40。这里还有 fig， 无花果。在买无花果的时候，尽量要看它有这个牌子的哈，知道它的杂交品种，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的结果量和花期，不是花期，它的结果量和甜度，还有它的耐寒性，这都是 cuttings。无花果是比较，它算是 zone 6或者 zone 7， between zone 6 and zone 7， 经过保护的话过冬是没有问题，在车库过冬肯定是没问题的。 OK， 今天就说这么多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时针养花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收看，下次见。